堪称将军澳版天玺的天骏入伙在即，就算政府出辣椒，亦阻唔到发展商将呢度变成高档住宅区嘅野心。代理话，而家二手大户都难求啊！就算你派咁靓嘅 model 嚟，都好难揾多几个盘俾你睇噶啦。呢、这个惠南湾半千尺大户，如果唔系业主买咗天骏要换楼，都唔会舍得割爱。几年前花60万揾设计公司大执间屋。近厅嘅多用途仿改玻璃墙身，令客厅空间感强啲。间房就做电脑房，设计简约舒适。沿住走廊，两间细房喺侧边。两间细房面积合乎近年新楼嘅标准，女女房色调柔和，仔仔房蓝白闲色。主人房空间充足，望出去是将军澳市景，由于位处极高层，景观不受遮挡。厕所新净，有气窗。厨房宽敞，设备齐全，还有个窗门可以望下出门的景。咩景？不如上天去睇，会睇得更清楚的。单位连埋天台，摆咗少少家私。真的好靓啊！这个天台望出去是银线湾海景，好舒服啊！是啊，但个单位叫价千几万。